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帕尔玛西我韩三尼克二期学员詹西宁。今天是课程的第20天，然后我想分享一下我的超能力显化。在这2天的超能力显化环节中，我的这个能力是越来越娴熟，而且也显化的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准确了。首先是我们有一次让我们去看扫描。其中某一个同修的一个身体的情况，然后并且给他一些解决方案。然后当时呢，我其实直接用的就是，我直接下了一个指令，让我去感受他的一个身体状态，然后就能直接感受到他的，脊柱的底部有一个疼痛。然后当时我跟他说完之后呢，他就说他确实是，之前去打球的时候摔过一跤，所以那，脊柱底部一直有疼痛，然后听到之后，我就知道我又感受对了，非常开心，然后也给了他相对应的一些解决方案。那么还有，我们的第二次超能力显化呢，是一个让我们去，读外文单词，一个不认识的外文单词，然后去看它的意思是什么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同修又给了一个意大利的单词。然后当时其实他刚给出来那个单词的时候，我一下子我就反应出来那是什么意思。我甚至都没有就是很正式的去做一个三眼的一个显化，我就直接感受到那个词是什么意思。我觉得特别特别开心，特别神奇。而且本身我可能也是对文字非常敏感，然后一下子就能读到他那个词是什么意思。然后这是也是我非常开心的一个事情。另外就是，在我们平常的一些显化的练习中呢，我会跟我的另外一个比较好的搭档同修呢，去互相读对方的未来。然后我也读到很多很多东西，刚好就是他跟我说这些全都是他计划内的。然后我就觉得，我真的是超能力显化，经过这不到3个星期的一个训练，已经非常。就是非常非常的，有突破了，而且也感觉越来越娴熟。我现在做超能力显化已经不用再就是非常努力的去，比如说找那个三眼的感觉，而是说，很轻松的就能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感觉。而且只要我放轻松，就一定能够显化出来我想要看到的东西。然后这是我非常，让我非常惊喜的事情，因为我可能在上课之前都没有想到我的进步有这么快。对，然后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课程，体验三眼的这样强大的超能力，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一定能帮助到你。而且这还是往小了说，往大了说，其实它真的能改变你的人生。我相信，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参与到这样子的课程中，和跟着师傅一起走，然后显化更美好的人生，显化更强大的人生。感谢。